拿东西去卖吧。东西分开。哎，赶快啊！来，妈妈来注意，这边送起来啊、哦！先跟那阿姐的礼物哦，这管阿爸归来，这就是管阿姐了。这家当不上货，这个方。红梅妈妈包啊，是芝麻豆浆。哎，芝麻味豆浆味道更棒，你可以把它加下一句。阿伟现在不知道跑哪去，他如果有事，我再叫他再回家给你。来，一群下再送回来。来，爸爸要做一毛钱，过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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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漂亮，要顺眼。我老公呢？阿丽啊，你让他弄的，现在帮你备好了。还有四种口味，好，你要带四种，我这里上来。对，可以拜拜。谁呀、啊？我那天吃也发现。我是那种，我就觉得他说什么，你都是可以的啊。你抽了，你没有抽了，他坏掉。来，赶快。大哥又漂亮。要。下面。Thank you.
出一个交通地产情况，可以点击右起来。我准备就可以了。哦，三百元。卖200-300，250。200，好了，我弄不买，不买点心。
就可以把更平的来更冷更冷没有。OK， 谢谢。这个冷冻可以摆到过年。当然啦，如果过年有两天，把它放到冷冻。啊，这个还行。要不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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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，不尴尬吗？现在就要试试。哎，好呀，你是不是可以保护我？我要大一点，比较小好吃哦。那没有，上次买的那个嘞，大了啊，那没有了，拍谁？这个，我都知道要的哦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来会来很多。我要蓝色的，来会来很多。我上次买了个蓝色。好的。这个都没有袋子啊。那另外买啊，在这里的。你是我家的。对啊，对啊，过来，对啊，对啊。是啊，我今天我在整块地方，哎，地方啊，Thank you.